夏夏，夏夏，夏夏，大清早的那喊啥？妈，夏夏不见了。夏夏不见了？哼，夏夏昨天晚上不是跟你一个朋友睡着呢？你咋看的？是昨天晚上跟我在一块睡着，早上起来不知道啥时候不见了。这咋能不见了？这是咱花了10万块钱娶的媳妇儿，这不见了不是要咱的命呢吗？那啥也不见了，这个草不光知道哭，赶紧来！哎，娟娟，你没见过夏夏？没见过。哦，你没见？嗯。大嫂，你见俺媳妇了吗？你媳妇咋了？我早上起来，俺媳妇不见了，我在村寻遍没见人影吗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夜饿黑了，我在果园睡觉呢，半夜时候听见蹦蹦车开到咱村，后来从村口开走了。哎呀，下一下得是叫人贩子给拐跑了。那这咋办嘛？这我呀。赶紧报警！赶紧报警！寻人！寻人！谢谢三叔。哎，珠儿咋样了？妈，夏夏被人拐跑了。啊？谁说的？刚才俺三叔说，他看见昨晚有个蹦蹦车在村口停着，开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这咋办呀，妈？夏夏，哎呀，那咱赶紧写扶贫干部小木，叫他给我叫给咱寻人嘛，赶紧走。木干部，不好了，咋了？出啥事了？俺媳妇不见了。我媳妇夏夏不见了，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你赶紧叫警察给我寻人。是这事。是，主儿，你俩都别着急，夏夏。不是被人贩子拐跑了，那他去哪儿了？夏夏跟他对象回村。跟他对象回村了？哎，你胡说啥呢嘛？他跟我主儿结婚都快一年了，咋了就对象了嘛？是啊，夏夏是跟主儿结婚一年了，但是呢，他根本就不爱主儿，他们我是包办婚姻。而且他们结婚的时候连结婚证都没有领，所以他们我是不合法的婚姻。没领结婚证是当时夏夏年龄不够嘛，所以没领上结婚证。所以说，他们我才是不合法的婚姻。我跟你说，我家东拼西凑花了10万块钱把她娶进门，我不管合法不合法，反正娶进门就是俺媳妇儿。是啊，她是被你们娶进门了。可你们凭良心想一想，夏夏有没有实心实意的跟珠儿好好的过日子？有没有？他反正进了我家门，实心不实心，我都要过你。珠儿，那你说说，你跟夏夏的关系到底咋样？王婶，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在你家你跟我说过的话？我跟你说啥话了？夏夏，那个你看人家村上给咱发的我扶贫果脯苗，咱一家人去包一摘啊。王婶。小孟干部来了啊！我过来是来催一下，你赶紧把我果树栽上，将来咱就有收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一家人正准备去栽树呀。那是好。妈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孟干部来了啊，好，你忙。夏夏，你跟珠儿一块儿去去。
王婶，你这媳妇儿得是平时不爱说话呀。霞霞，那你把门看好，妈走了啊。我媳妇儿把我肚子都能气破么？这进门都快一年了，懒得连个啥事儿都不做么？俺也不出门，成天叫个脸，跟谁都不说话。这样子，他是不是有啥心思呢？哎，他有啥心思呢？自打进了我家门，我跟俺主啊，也没打过，也没骂过，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，成天供他吃，供他穿。你说这还有咋呢嘛？那你没问问你主儿跟他媳妇儿关系到底咋样？哎，有没有啥矛盾？我儿子三脚都踢不下一个屁么？我一问他，人家我嘴像叫驴踢的，一句都不念穿，把我都能急死。哎，人常说这家丑不可外扬呢，我今儿把我这家丑给你说一下，就想叫你看能不能把我媳妇劝一下，叫她把我懒毛病改一下，好好过日子。这现在政府又有帮扶你，只要一家人好好干，两年就可以把我烂账还完，就可以致富了。行，婶儿，你放心，我有机会找他好好说说。啊，那就好，好。霞霞，哎，霞霞，你等一下，你见人为啥要跑呀？你找我有啥事吗？啊，没啥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和我说话？和我说啥话？说你的心里话。那是这吧，进来坐吧。霞霞，你跟珠儿是不是有啥矛盾呢？没有。那个啥感觉，你心里有个秘密，是不是？你咋知道的？你看，这儿现在也没有别人，你能不能把我当朋友一样给我说说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保密。你说吧，如果有啥困难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解决。那我要和主儿离婚，你能帮我不？离婚？嗯。可你们才结婚一年啊，为啥要离婚？我原来有对象，我不爱主儿。你原来有对象？嗯。那你为啥要跟主儿结婚呢？哎，我是被我爸逼着卖给主儿的。霞霞，哎，慢慢一点，霞霞，哎，霞霞，嗯，霞霞，嫁给我吧。咋？你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愿意你咋不娘着？可是我怕。你害怕啥吗？我怕我爸嫌你家穷，不同意咱俩离婚事。哎呀，你别害怕，过几天我就到你屋去，我寻你爸，我就给他说。咱俩都年轻着，只要我努力了，肯定能挣上钱。我不会让你跟我吃一辈子苦。你坚定下。现在政策这么好的，我年轻，干啥挡不住。我好好努力，用不了几年，我们肯定能致富呀。好，那你赶紧去我家，我爸这样正找媒人跟我寻对象呢。你不是
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吗？我爸想让我嫁出去，问我不换媳妇呢。哎呀，那我得赶紧行动。嗯。哎呀。柳烟长苦笛，娘泪汪。爸，你喝啥？啊、哦，俺意思今儿咋这么殷勤的？俺没收过回家就给我端上来了。我这天天不是我给你端啥呢吗？天天是我要的时候你才给我端上来，今儿是你没要的你就给我端上来了。爸，喝啥？说，说，这牛啊，这你这来了咋还拿这么多的东西？说，我来看哈你，我今天来是向你提亲来了。啊，你是啥？向谁提亲？我向你提亲嘛，我要向霞霞求婚。啊，向霞霞求婚？啊。就你娘俩我穷样子，哎，都有多少家产？能拿多钱的彩礼吗？说，你看俺家也就是现在年下比较穷，但是我年轻能干，我以后保证不会让霞霞跟我吃苦的。牛皮，我谁都能拍。我这人比较现实，我这个要现活呀。能行，你给我三年时间，我保证拿着真金白银来让你看。我等你三年，我现在就急着要钱了。只要你爸能拿出来10万块钱，霞霞，你现在就可以去走。爸，忙当孙红梅啊？这玩意儿当孙红梅咋了？说，这10万块钱太多了。没有那么多钱，要不是这，我先给你2万，剩下的我以后慢慢给你。我这不是自由市场，不是讨价还价的地方，有钱说事，没钱做人。走，哎，赶紧走，走你。我哥谈那个对象，人家要10万元彩礼，我爸非要帮我买10万元不行。没人跟我说了好几家，人家都不愿意拿出10万元，最后朱娃家愿意拿出10万元，我爸就把我卖给朱娃了。朱娃他家能拿出10万元？你这娃看着人还老实啊。我儿子就是老实实在，你女子嫁给我儿子绝对不会受气的，你就一百个放心。你看，俺儿子今年都30好几了，给娃问了个媳妇儿，人家要彩礼10万呀。我想今年怎么娶回来？你看亲家10万块钱的彩礼，能不能一把给我？一把提？那我村伢可有个规矩啊。只要一把提的话，就可要结婚娶人呢。行，你只要给一把提，今年你就把霞霞娶回去。那亲家，那你是咱霞霞年龄不够，领不了结婚证咋办啊？没事，咱先结婚嘛，到了明年咱可不办嘛。那好，那我就回去。给咱先准备钱。好。爸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嫁给他，你们走。瞧着点。那是这，亲家，你先回去准备，挂的事情我来给妈妈说啊。那我跟娃就先回去了啊。好好好。
你咋答应人家10万块钱呢？瓜娃些，再咋过每天都要给你定媳妇儿。哎呀，那你拉那么多账，咱咋还呢？你今年都28了，再过2年就30了，要不然黄云大哥咋办你嘛？赶紧回，再给俺准备钱。霞霞，你听爸跟你说说。我不，我不嫁给他，我看上他。你个都30好几岁的人了，过了几个村就没有几个店了，你就愿意看着你个他一辈子吗？哎，你就愿意让咱老刘家断子绝孙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愿意。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，我就不活了。那最后，你还是屈服了？我一万个不同意。可是我爸和我哥又是来硬的，又是来软的，我不同意咋办呢？你这是对自己的婚姻不负责任啊！我嘴上答应了，可是我心里根本就没有答应啊！你娃，哎，霞霞，你咋才来？我等了你快一个小时了。那你把10万元凑够了没有？我没有凑哈，亲戚朋友都问遍了，根本就凑不下10万块钱嘛。那咋办？朱元姐把结婚日子定好了，这个月初六呢。哎，恨我自己，怪我自己没本事。我恨不得碰死去！你要死了，我也跟你一块死。你不能死，你爸还等着你给你哥换个媳妇儿。我不想跟那个人，我想跟你。霞霞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娶你。那是这，我跟那个人结婚，我和他不同房。等你再够10万元以后，我来赎我，你看咋样？你真的愿意等啊？为啥不愿意等呢？那你说咋才能凑够10万元？2年，你等我2年时间，我准备成我村的果园，到时候肯定能攒够10万块钱。好，那我等你2年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你们没领结婚证就把婚结了？嗯。一家急着等着要钱，一家急着等着要人，才吹两棒子，我这个婚就结了。哎，人常说，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。你们的婚姻不但不道德，而且还不合法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可你这么做，咋面对主儿呢？我欠你的福，那10万块钱我会还你的。哎，这今儿刚结婚，你在外边飞，让别人咋说？我不管他别人咋说。那这样吧，今儿晚咱俩飞一张房，我保证不碰你。你真的不碰我？真的不碰你。行，你今晚再动我，你试试看。好。那你睡觉吧。从那以后，这娃真的再没有碰过你。嗯，他人老实，他也害怕我和他拼命，他一直在讨好我，希望我能和他回心转意，对他好。那你对他的态度有没有转变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牛娃，我不会接受任何人。等牛娃攒够10万元，接我走。那你们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，珠儿他妈知道？不知道，珠儿没有给他妈说，他妈还以为我俩做了真正的夫妻，问我有没有怀孕。哎，霞霞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样做，对他母子造成多大的伤害？你既然不爱珠儿，也不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你就不要再欺骗他母子俩，要尽快结束这个不道德婚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也想揍你，可是你娃没有攒下10万元，我走不了嘛。可你这样耗下去，对他母子的伤害太大了，你懂不懂？我问你，你跟牛娃
还有啥联系没有？有，我俩就上电话联系。哦，那是这，我到你村去一趟，找他好好谈谈，看他到底是啥想法。好，行，那就走了。张牛娃吧？啊，我是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找你。我是王家村的扶贫干部，我叫孟宇。我找你想调查个事情。调查啥事？王家村有个叫刘霞霞的女的，你认识她不？我认识，她是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哎，她不是王家村王主儿的媳妇儿吗？咋成了你媳妇儿？他有啥话你就直说，我今天来就是专门来调查你们之间的事情，好吧？行，这说来话长。你说的跟霞霞说的完全一致。我问你，你啥时候能挣够10万元？这果园我才撑不了一年，我还得再努力一年才能挣够10万块钱。还得一年？这不行呀、啊！你想想，霞霞终究是要离开朱二家的，她拖的时间越长，对朱二的伤害就越大。你要抓紧时间，尽快结束他们不合法的婚姻。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呀、啊。你尽快想办法吧，因为我得去找找霞霞他爸，看能不能把朱二家的钱退了。行，那谢谢你为俺俩事费心了。谢啥？不用谢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啥？叫我退10万块钱的彩礼？啊，俺女子嫁出去了一年多了，哎，你说我凭啥给她退这个彩礼？因为霞霞根本就不爱朱儿，她要离开朱儿。和她自己找的男朋友结婚。胡说！嫁夫妻的女的破夫妻的肺，彩礼钱我不退，而且还不允许她跟朱娃离婚。叔，你也知道，他们根本就没有领结婚证，他们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，霞霞随时都可以走。我不管，我把女子嫁夫妻的，哎，手续也完成了。10万块钱的彩礼，我跟儿子娶媳妇了，我一分钱也不退。我跟你说，这事情你少点跟我搅和。走下，这个事情你考虑一下。走下，说。霞霞他爸不拿钱，你准备咋办呀？我这连凑带借的才寻了5万块钱。那让你现在拿5万块钱，先把人接回来。明年，你能不能给朱二家再还5万块钱？能行，只要他们放人，明年果园的钱一下来，我就给他们把5万块钱还了。那好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，我给你安排接人的事。那我拿5万块钱去接人，他朱二能放人？哎呀，我估计他娘们俩不会放。哎呀，那这咋办啊？这就要你自己想办法了。你说啥？是你叫人把我媳妇拐跑了？你还我媳妇？你还我媳妇？王婶，你先别急嘛，你问问你儿子。霞霞是你的媳妇儿，霞霞一直都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迟早要走。
我现在让他离开，正是要尽早结束这个骗局，让你们少受伤害。你们懂不懂？他在我屋就是我媳妇儿，你还我媳妇儿。你们等一下。陈子，徒儿，这卡里是牛娃的5万块钱，他让我交给你，明天等他卖了果子，把剩下的5万再给你们。我不要钱了，要啥呢？你还我媳妇儿。徒儿，你拿着。那他另外的5万块钱要是不给咋办？你看，这有他写的一份保证书。如果明年他不把那5万块钱给你们的话，我帮你去要，好吧？不行，我不要钱，我要人意。王婶，包办买卖回银，买不到人，更买不到人心。现在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正是你们为自己的愚昧无知所付出的代价，你们明白不明白？我要去告他呢。哼，告他？你别忘了，他们结婚的时候连个结婚证都没有，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婚姻，根本就不受法律的保护。你去告，你去告啊！哎呀，我不活了。珠儿，你听我劝你一句，好好的把你的果苗养好，等你发家致富了，自然会有媳妇，明白吗？珠儿在扶贫工作队的鼓励和帮助下，他和母亲精心作物果园，一年后苹果获得了大丰收，一下子脱贫致富。珠儿在致富的同时，也赢得了爱情。霞霞和男朋友心受承诺，他们在赚钱致富后，拿出5万元来到珠儿家，还上了欠珠儿的5万块钱。两家人摒弃前嫌，感谢党脱贫攻坚政策，让他们走上了和谐幸福的新生活。